吃闷猫虾的时候要注意，你知道吧？你要注意了。哎，哎呦，哎呀，好吧，哎，这一个得有两三斤的。哎，哇塞，这个大黄，不是，你看，啊，啊，哎，哇，是个好东西。哇，这个大扇贝，哎呀，哇塞，看了吧？哎，这个地方就给它扔掉啊，这个地方就不要吃。哇，掉了，你看扇贝大不大？你去过来，啊。哎，爆头！哎哎，哈哈哈！啊，好长时间没有爆头了。大汉，啊，这个有墨。哇哇，七八爪鱼，我就喜欢吃它这个嘴。哎，蛏王，看到了？吃蛏王，看到了？一定要注意，要看到它这里面有没有沙。看吧，哎，这个没有啥，看到吧，有的蛏王，它这里面会有沙子，哎，看不看吧，哎，这个里面把它冲洗干净之后，哎，咱们，哎，这个虾真鲜呐，哇，这些都是黄，哇，都冒油，哎，好虾就是好虾，它不一样，你知道吗？它不一样，哎，还有个，哎，吃一个不问。鲜甜，这里面有黄，吃八爪鱼，我就喜欢吃红烧了，再来点米饭，再来点小啤酒，哇，就是，你看，一个人吃一个不会，哎呀，看吧，哎呦，海螺，哎呦，不要断，哎呀，挑战一下，哇塞，这个海螺，看到了，哎，这个海螺厉害，这个海螺，哇，漂亮啊，哎呀，看了吧，哇，这个黄，哎，这个骆驼肉，老香海螺，兄弟们，这个地方是它肝，不要吃，它的肺，这个小黑肝，除了肝不能吃，海螺其他地方全部都可以吃。跟牛筋一样。哇，原来你藏在锅里面，弟弟。哎，海洋虾，哇，哎呀，看了吧，哇，这虾都带膏的。肉质紧实肥美，特别 Q 弹，我吃虾从来不吐壳。这海洋虾，你还真会烫，藏在锅里面，开玩笑，这大的，你我找不到你。海洋虾回家水煮就行，少一样东西。哎呀，我靠，真讨厌，黄瓜。哇，好淘气！海螺，这个地方给它摘掉，它的肝不要吃。看看这个肝给它扔掉，哎，肝会有点苦，剩下的全部是它的大肉，不舍得吃。你看这个骆驼肉，老香了。回家之后你可以水煮。那啥，切一段一段的，红烧、爆炒、上火锅都可以。哎呀，哎，看了皮皮虾，看看这个肥度。哎，吃皮虾一定要注意啊，别碰到嘴。现在这个季节，皮皮虾我跟你讲老肥了，你看到了吧？哎呀，哇塞，我都不敢去看它，看到没有？哦，你看，哇，都是膏啊，里面都是黄，看了吧？看到没有？哎。
老肥了，你看都是黄。嗯，这是母的。哎，你看里面都是黄。这个季节春天的时候就是吃皮皮虾的季节，你明白了吧？就是春天它是最肥的季节，它没有泡子，个个都带黄的。你看我给你看一下，老铁，你看这个皮皮虾里面看到没有，哎，这里面都是黄，看到没有？哇塞，你看都是膏啊，很便宜的，10块钱一斤，你明白吗？10块钱一斤。嗯，嗯，我都不舍得吃，这个留着回家给老婆吃，给个赞，给个，别那么小气，来个肥猴，哇，跟我手一样大，哎，哇塞，看到了，这个生蚝，哎呀，好像少点东西呀，少点粉丝蒜蓉，嗯，哎呀，这个蚝肉，哇，哎，看到没有？嗯，哎，嗯，来个，哎，哎，哎，可以烧烤，蒜蓉粉丝都可以，看到没有？哎，这个生蚝，哇，哎，哈哈，嗯，吃东西也得吃那种感觉，你明白了吧？对不对，老铁？